他们说会用自己的机器，对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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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也需要您听一下您的意见。我现在有，现在都要预定，哦，如果要买，是都有的都买，但是你们现在送的是北戴，对，好像没有什么用。但是因为其实 R7 好像真的蛮多人，蛮多人想要买，所以想要升级或者想要，所以就可能会要跟别人抢。OK OK， 我会再考虑一下。但你来这边好处就是你可以先体验一下，对对对，看一下，对啊。他说那一台也不能插进去啊。嗯，目前是什么？前面那一台吗？我觉得前面也有一台 R7 啊。应该是不行。这样就不能把档案带回去看。对啊。是因为是这次活动的关系还是？通常新机不会。哦，因为之前 R3 我用的时候，他就说可以插进去，我又把它全部带回去。就是我们也会怕说这样换一来一换的机构，哦，可能有人会忘记带。对啊。我买几条金块。在玩玩而已。好，谢谢谢谢。